哇，我看到一个那个同学哈，他是未来想当歌手哎，我们的原住民的网红歌手来，那个我们要不要听听哦？这个同学的歌声到底怎么样？哎，同学，你要不要帮我们试唱一下？可以。其实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不被撩到，奔跑依靠。哇。好，我们刚刚看到有同学哈是要当歌手哦，这边有一位同学说要当秘书，我来问问看他要当什么秘书。同学要当什么秘书？我想当大老板的秘书。哇，大老板的秘书，哇，好有挑战的一份工作啊。好 ,OK,OK,、okay, okay, 好，有梦最美齁。那刚刚老师看到很多同学有不同的工作的机会齁，那我们下个礼拜齁就请同学齁回去齁拍摄个两分钟的自我行销的影片齁。那我们来看看同学齁那个的表现如何齁。你觉得我有什么才能啊？那你又觉得我有什么才能？打怪。哦。打怪能打动老板吗？你真不懂我的明白哎，打怪也有机会啊。所以说，打怪可以行销自己，实现梦想。凡事都有可能。那就去练功吧。可是只靠我们两个没有办法吧？我们应该组一个联盟。近水楼台先得月，先从我们学院开始吧。所以品牌的忠诚度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行销能力。那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OK, 同学，那个你的报告报告得很好，这个 idea 也很棒，但是老师觉得缺少了一个东西，叫财务，因为财务是支撑品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财务呢？啊？走，找金融管理系帮忙。哦。钱都没管好，要怎么帮老板赚钱啊？没想到这功夫比耍嘴皮子还难。企业政策、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社会责任。这么闲，企业既管公司也管社会，走吧。去哪？练功啊。哦，还真了解我们。你知道高雄的亚洲新湾区吗？那是什么东西？那是高雄港附近的建筑物，其中有一座像波浪形的建筑就是主要的建筑之一啊。而树德科技大学就是培养会展行销与活动管理的人才摇篮啊。那我们去瞧一瞧吧。嗯，佳丽
动行销是扩展贸易的有效工具。会展是高雄市政府在积极推动的明星产业。那我们去流通管理系吧。嗯。他们在干嘛？他们是流通管理系啊，在上直播课程。好像蛮有趣的耶。现在有张床让我躺躺，那该有多好。躺床啊，我知道哪里有很好躺的床哦。该不会，不会吧，你竟然床啊。想太多、嗯、去找休闲与观光管理系啊。怎么找？飞去找。 Rendezvous at 3212, over。 好酷哦，我可以来这里学开飞机耶。我第一次搭飞机耶。终于搭到飞机了。在树科大你要搭几次飞机都行啊。有哪些机会啊？有海外实习、参访，机会多得很。真的吗？是啊。如果我跟老板掉进水里，你会先救谁？哎、欸，等等、嗯，我先教你安怎救自己啦。哦，啊，自己头家自己救，安尼好不好？你觉得这味道是不是也该管一管啊？对于一个又饿又累的练功之人来说，这真是一种诱惑。在这边可以学什么啊？抗拒诱惑。这般境界，我们应该可以当老板了吧？还早呢。来，摆个 pose， 我看看怎么样比较好看。他是要把我们卖掉吗？不可以。手表，手表，学着卖手表，卖吃的，卖用的，卖有创意的，行销生活，你 OK 吗？早说嘛，我也是有 model 身材的好吗？这么讲究卖哦。卖东西啊，要卖出消费者的 feel， 要卖出高度，要卖出它的深度。业绩数字会说话，你知道吗？没想到管理秘诀这么博大精深呢。我发现我脑袋有吸收特别快的特质，我现在已经可以举一反三，反五喽。恭喜你发现特点一。可是我们这点潜能，能应付职场多元化吗？我跟老板说有把妹的本事，会不会加分啊？不会吧，你想当什么？牛。牛？对啊，牛。牛的个性勤劳，服务有耐性，我们强调服务。最好是啦。我们工作多元，接触的客户也多元啊。所以你想练八面玲珑？
我们前面都练那么高深了，打怪当然要放大决啊。性平议题现在很夯，但是别当怪来乱打。我们是很认真了，身高不是距离，性别没有关系，只是人之初性本善，性学是一门很好的科学，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它才对啊。是这样解释吗？不然呢？来吧，这招练起来受用无穷啊。照顾囡仔是专业的呢，袂使参像你安尼抱。阮孙啊是读儿童与家庭服务系的哦，伊足敖的，我叫伊来甲你教。来来来，我来教你们怎么洗哦。在帮宝宝洗澡之前，要先试水温。在帮宝宝洗澡的过程中，也一定要抓紧宝宝哦。这么难啊？我以为照顾小孩很容易耶。不简单哦，照顾孩子也是要考过国家证照的。你看，像泡牛奶也是有技巧的哦，是要这样转，不是这样摇，不然孩子很容易胀气的。阿公，你先坐。哦，啊，我都脚麻爬不起来啊，啊，无你叫我是要安怎？阿公，才有愧疚啊，顶届社工有甲你教啊。哦，对对对，有愧疚啊，这支袂歹袂歹。哎呦，社工的话也是一门专业，社工师是需要经过国家考试及格的。对啊，听说政府在推动长照政策，所以未来需要很多专业社工，未来工作机会也很多哦。也越练越上乘了，无事不练，无处不练，也要练得心开通啊，探知识之境，窥世界之奇，心灵也要锻炼，用知识喂养灵魂。这里是哪里？视觉传达设计系啊。那这是什么？德国 IF 金奖，全球第一名，还有德国红点设计奖。你知道他们还得过什么吗？得过什么？国际技能竞赛世界金牌。那视觉传达设计系是各比赛的常胜军吧？当然。
设计真是玩不完呢，过瘾。当然啊，还有更高干的玩法，举凡经济学、心理学、博弈、多媒体、艺术、历史、哲学，当然还有电脑，要下足功夫才能晋升经典。这什么功啊，练这么大？动画与游戏设计系啊。我们全然的身手矫健，头脑灵光。打怪最最最最高境界就是手指连心，手脚并用，宏观视野，超高科技，想打谁就打谁，一个都躲不掉。你可以当老板了。对，未来的老板拥有一群梦想联盟，称霸职场，唯我独尊。天哈喜怪。等一下，先写报告。